special thing in store. The light bulb inside my head says, get out and play. Cause you never.来新北玩公园，这边是什么公园啊？树林的东森公园。东森公园，那它好像是什么？共荣市特色公园。共荣市特色公园 ，OK， 给我两秒钟。共荣市特色公园呢，就是包容使用者的状况与需要，提供他们平等参与公园的机会。言下之意就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这里玩。就是你只要想来公园玩，都可以来玩啦，就是这样。Okay, go! Whoa, whoa, walk through life and move ahead to your destination. Shine so bright, be the light of a new creation. If the world is a stage, better start the show. 7, 8, 9, 10, ready, set, let's go. Turn it on, turn it up, are you ready to fly? Yo! Yo, 现在来到这个号称北台湾最大的夜市，北台湾最大的夜市哦，好，是我们的树林的新人花园夜市。这边有总共是分了三个区域，分了三个区域，然后待会我们再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去看看，好，看一下这三个区域 ，Let's go。三倍券也可以拿来消费，对，三倍券赶快用一用啊，都是。现在都几月了，都快年底，赶快用一用好不好？你不会吃太饱，嗯，那就一间一间的，你就选你想要吃的，对，就可以吃很多种口味这样，不会一下就饱了。我觉得薯条好好吃哦，嗯。真的好玩，走！吼！哇，这边真的是好吃、好玩又好逛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夜市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蛮棒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树林的行程其实已经结束了。今天一整天的树林，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地方？我喜欢三角埔顶。三角埔顶。其实我们本来还有一个。那个秘境要带给大家，芒草的秘境在树林，看得出来吧？对，三角埔，但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狼狈，对，所以我们只有拍到一颗空拍，好不好？让大家意思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只有一颗而已，好了，大家看一下啦，好啦，那你们之后有兴趣，然后再自己来看这边芒草，真的很美，挑好天气的时候，好。大家可以来。好了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可以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可以开启小铃铛。对啊，那我们新北好玩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